哦，垃圾出色点。这个金子哥垃圾，这个我要去哪里抓的啊？你跟我讲，沙包那里会有人吗？他只是没有。这个屌怎么加油？没想到吧？就知道你会靠墙壁交乌兵。抓蜥蜴学校。没有搏命，蜥蜴学校都不带搏命了，现在。现在都不带搏命了，是不是？那就挂掉是吧？哎，刚刚右边是在前面那个位置，我先守过半吧。看到俩只在这。勾一下打一刀，可以。回手。完了，我裂开。我目标不是鸟，我目标是那个心理学家。他会踩到夹子啊！你来猜啊！他们爱猜，然后你不走啊，继续修啊！完了，我也玩，还好，不败可以。我要出大事情啦！
出事了呗，我还出大事起来啦，糟糕。可以，别求我，哎，你这么多球啊！裂开了，啊！我靠，完我要戳改路标15就好。不要15就 OK。拿牌，不会啊，刚刚的时候不会去找兵换，那时候肯定是来门这里来找那个幽兵。